你担心什么，什么就会成为你的负担。你总是为小事焦虑，为未来担忧。其实真正的养生法宝不是各种保健品，也不是疯狂的健身，而是内心的平衡。但这份平衡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得住。继续分享天涯神贴系列。内核稳定。一，少吃多睡，心静如水。这个道理简单却深奥。我们的身体